这个八卦是，还有太极图，中间那个有白有黑，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那个就是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太极啊，含阴阳，阴阳之谓道，出自《易经·系辞传》，孔老夫子作《易经》的《系辞传》，也有提到阴阳之谓道。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就是阴阳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定吉凶，吉凶生大运。道德经说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刚刚讲了四象，有的经典写金木水火，那从易经来说，四象通常是指太阳、太阴、少阳、少阴。